主料：莴笋200克，鲜蘑菇50克，胡萝卜50克。辅料：酱油、陈醋、清水一小碗，扣鸡汁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先将莴笋、鲜蘑、胡萝卜用开水微焯一下，捞起备用。热锅加少许花生油，将焯好的莴笋、鲜蘑、胡萝卜入锅翻炒，加少许盐及将调味汁倒入，再翻炒片刻，盖锅盖焖半分钟，视情入味。开饭，敲少许生粉水勾成馅倒入菜中，翻炒使其亮色光滑。出锅，烹饪技巧。特别提示：一、蔬菜先用开水炒过，可保持其色得亮丽；二、此为无荤素菜，调味也特意避免蚝油、鸡精等，加以酸鲜可口的口及汁和陈醋，令人食欲大增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